军新建单身退役人员宿舍大楼的落成典礼，今天下午10点在新店大平陵举行，由空军总司令陈一凡上将起要，陈总司令夫人剪彩。陈总司令和夫人并且在中山市举行了庆祝茶会。他对于这项大厦的工程设施、费用等一一的询问，同时还参观了厨房和寝室，对退役官兵的生活起居表示非常的关切。